嗨，这是陈琳 from Linhan Design。这次介绍的案子呢，就是位于Whistler Village 上面的一个 two bedroom apartment。因为这是度假的地方，所以实际居住在那边的时间不会太长，一年大概就两三次，所以我们尽量也是保留一种就是度假感，就是比如说你可以跟一群好朋友啊在那边睡觉、打地铺，然后烤火，所以这样我们在所有旧有的地方我们几乎全部 replace 了，像是它的地板啊、天花，然后它的厨房，还有两间浴室，还有所有的 bedrooms。因为我们要考虑到说他们滑雪的时候呢，他们所有的雪具会带进来，所以在 storage 的地方我们会考量蛮多，像怎么样放那些雪具啊，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地板上防水的问题，因为走进来如果是砖的话它也是会滑倒，那如果是地毯的话，那它的吸水性，然后还有清洁是要怎么做，像这些都是我们会考量的部分。还有里面呢，在 fireplace 的部分我们还是保留那种很度假风的感受，有木头啊，然后有一些石头，可是我们里面也加了一些比较年轻的元素，毕竟留在这边度假都是孩子，大概也都大学了，所以他们会比较喜欢这样的 style。 然后其中一个 bedrooms 我们做一个 bunk bed，所以当他们跟朋友一起过来的时候，每个人至少有地方可以睡，然后很大的部分可以放他们很多的行李。希望你会喜欢我们这次的案子，下次再见咯，拜拜。